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顶一节啊，咱讲到自信心啊，咱这节啊也是为这个心啊，再进入来啊，啊，咱看宣读大书啊，这里、个、开始。 啊，经本第一二百十六页最后一行啊，如果无经本呢啊，咱、啊、看电视节目啊就可以一加即性心，即加金行加实。那么这是讲咱该说什么叫即性即能力？ 啊，那么“智就是“真、啊”呐，啊，“行”都是“实”，啊，“真假不盖，实假不虚”呀。啊，所以“智省心”就是“真实心”，啊，这个“心”是“真”的，是实在。这是讲到救生西方净土重要的条件。 也就是讲，三辈九品拢必须爱具备的，这正是无量寿经上三辈往生这篇经里面所讲的：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什么叫做菩提心？菩提心要安怎样发？ 环境内面讲的详细，善导大师为咱开示，更加是清楚明白。在古早时候，传记内面讲，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化身来啊，果然如是。善导大师的话。 就是阿弥陀佛亲自所说嘞，咱应当特别留意。即、这个自诚心是菩提心之体啊。那么这是观经呢，甲咱解释什么叫菩提心啊？共了三章。 自性心、清心心回向法缘心啊，那么自性啊，这个行心是菩提心即体啊，本体。清心心回向法心是作用，有体有用啊。净宗古早时候大德常讲。 三心万法，这个三心就是出地讲的，自性心、亲心、回向法愿心，就是这即、这个三心。完就是万万，无欠缺的发出来。啊，同时无欠缺，完完万万的发这个三心。 啊，迄是体用兼备。起信论内面，甲咱讲菩提心啊，就是甲咱该说菩提心啊。起信论讲是德心、心心、大悲心，这是大乘起信论内面啊，该说菩提心，也、啊、是讲了。 三页。那么，咱这个观经啊，加这个《起信论》合起来看呢，意思都真清楚、真明白。心《起信论》讲一心正念真如，大师在此地讲，智行是真行，真行到了极处叫智行。 真如到底是什么呢？马明菩萨教的啊，这起信论是妈明菩萨作为啊，马明菩萨跟咱讲，心正念金如，现在咱明了了啊，心就是真行到了极处的一個心。 在正宗来讲，弥陀名号就是真如的德号。只要咱的心与佛号能相应，迄就是正念。正念真如就是初地讲的自性心。下面爱个自性心的相状啊，为咱讲出来。 下面是要加一个自信心嘛？啊，是什么叫做自信心？啊，自信心是先作相关啊，甲咱讲出来，这是先道大师、大珠、啊、大悲啊有人说明，让自己仔细参考一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有具足自信心、啊？咱现在这个心嘛、啊。 啊，咁有记性啊！这个地方所讲的都是标准。先道大师为咱所说的啊，这个一句是中纲领啊，强化这个开始。欲明一切众生心口意业所修改行。 必须真实心中作。啊！那么这一故是中纲领一切众生啊，上中定格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啊，那么这是佛一哈啊。 顶甲菩萨甲地下众生啊，所有的众生拢包括在内，啊，这都是一切众生，啊，那么一切众生啊，唔管多几个发界，啊，多几个作群，啊，多几个国度，啊，拢拢拢包括在内，啊，唔管你是。 都一类嘅众生，那想要在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，那就必须爱具备即个条件，爱信取义，三业所修嘅戒行，修学嘅时间长短无论，即、這个注意爱怎样啊，毋管你是长时间嘅修,修，还是短时间嘅修。 那么，这个原则拢同款啊，像有真侪业障深重嘅众生，在临命中嘅时啊，伊迄个时阵则有著善地性，啊，一生当中呢，毋捌有著善善性，啊，毋知影要安怎修行学佛，啊，在临命中时先，则有著善地性。 啊，临终十念往生的啊，迄、这个时候时间就真短了啊。那么，伊为什么十念会当往生呢？迄就是伊在迄个十念当中啊，啊，在即个短时间当中，伊诶心求意、念啊，所修盖行真实心中作，伊则能往生。 啊，所以那一发出来心啊，是真，是心啊，唔是假，是真诶，是安尼往生诶。若毋是真实心中作啊？迄、那个临终啊，十年一年也不能往生，有处可得。 修行时间长的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真实心中做，未使掺杂一点仔假啊，就是未使夹杂啦啊，未使夹杂些假。实实在在讲，大师这一段开始好啊，西方科技。 啊，即本书呢，咱花重精装合归呢。啊，即一两年要印出来流通。啊，伊是明朝时阵革命苗形菩萨啊，伊讲诶，那么伊诶地主了，甲记录落来。啊，开始即个修学净土，啊，拢有真简单易要诶，开始。 啊！伊老人家讲得也好，提醒咱即个念佛法门啊，上过去啦，啊，上惊啦，啊、就是劫杂啊。这一劫杂，心就不真实了啊。真实心内面决定无劫杂。 宣道大师甲咱讲的遮尔多话，一个各名妙行菩萨啊，一讲的简单啊。那么，去讲的上简单的，是啥人呢？大势至菩萨啊，在念佛圆通中讲的，多念六根净念相继，背离。 啊，那么咱此地这大篇，诶开始就是《楞严经》大世界菩萨念佛圆通章啊，这一章讲诶，多列六根正念相的这八里诶相续注解，即、这个真实心一定是正念，正念就是真实心。 所以，毋是真实心，迄、那个念就不清净。这是真重要、真重要诶。啊，咱念佛的人啊，啊，想只想要往生西方，啊，这个发心嘛、啊，未使唔认识清楚啊。所以，一定爱真实心。 咱念佛心爱真实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拢爱用真实心啊，总袂使讲啊，我对佛用真心啊，对众生用妄心啊，你啊一心多用，换一句话讲，你诶心就不真实咯。真实心是一切真实。 啊！一切众生爱一切真实，对佛、对菩萨、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拢拢用一个真实心。即、這个心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因。汝看，即个多重要！大师，常见咱误会了真实。 啊，对即个真实心嘛，什么叫真实？咱无认识清楚，误会啊！啊，咱讲真实心，迄、啊这个人呢？啊，可以讲真侪人啊，拢认为我家己真真实啊。我诶心真直啊。 嘛，我对人拢是诚心诚意啊！啊，现在世间呐，啊，真多人啊，拢有即款想法啊。那么即个想法呢？毋知影，即个真实心标准在哪里？啊，唔知影即个标准，总以为家己诶心真真诚啊。 真真实，其实距离佛所讲的标准差真远了。啊，大师在此地详细给咱说明，咱才知影。啊，那么咱嘞，真行啊，啊，咱起码认为咱家己这个心真行呢？实在讲呢，无够标准、啊 啊，甲佛讲的，佛在经典上讲的呢，咱都无达到这个标准。先看以下的文，不得我现现现啊。那么，这都是给咱宣读大师啊，给咱做这个说明啦。啊，那么这第几位啊，就讲。 不得外现显现啊！这个外现著是外表上啊，这个外表呢，装得敢若菩萨啊，像一个罗汉，像一个菩萨啊，像一个大德。显现呢，是装的是敢若显灵显灵啊，装得真亲像。 啊，在外表上看见呢，啊，那么这里呢是显灵，是显灵，显灵。讲精进刻苦，精进之上，啊，那么平常的修行呢，表现得真精进，真刻苦，啊，在精进之上，啊，这是做好不人看。 做好别人看，甚至于也做好佛菩萨看。这个课堂内面讲的真知佛菩萨，做佛菩萨看。啊、心内呢，不是这回事啊！啊，心内是什么情形呢？ 这个虚假就不真诚，虚情假意啊！这个心甲外表行为呢不相应啊，心性啊不相应啊，由此可见呢，那外面表现呢啊，好像像啊，修得真好啊，真阳光。 啊，表现得干呐，亲像一个显灵、显灵啊，拢是装模作样啊，拢是真模作用那么来面啊，这里面讲心来了啊，伊个心来面都一挂虚假呢，就讲、是、伊、啊、个心态啊，伊个心态。 是甚么的虚假呢？下面是真具体，给咱讲出来啊。讲有贪心、挂现现现正正之相，有贪心有真灰心啦，啊，这个烦恼啊，这内心呐，啊，这个。啊这个 贪尽痴瞒，这烦恼。但是外表呢，佮表现得啊，亲像佮咱这个显灵显灵啊，表现真精进啊，在这里外上啊啊是表现安呢啊。那么表现安呢，到底是什么目的呢？目的不外乎贪多、名闻利养。 很多人对伊诶恭敬，如果对伊名利小可有一点啊妨害，伊即个真恚报复的心就升起来咯。啊，这个心就是假，这毋、個、是真的。要真恚心，要报复的心行下位。 这是功低贱啊！前面贪金啊，功贪金那后面七慢疑啊，拢拢有咯。贪金七慢疑啊，拢执着，烦烦恼执着。这个境界下低下贱啊，这个下位。 是下低下见啊，迄、那个境界呢偏差错误，干杂弊端，即是下行。伊诶言语行为干杂，杂是欺骗众生。弊端在处地是形容，有种种方法来欺骗大众。 恶行难清，这个、恶行难清意思就是讲恶行难改。虽然伊逐工上顶念佛参禅持咒，这个佛法入不了的心，为什么呢？烦恼下见太重，就是林岩经常讲的。 批范如来，拍到佛的旗号，啊，贴佛这个招牌，批骗社会一切大众。现在咱社会上有流行就说，就讲开佛店，迄就是这一类开佛店的。啊，现在大众又真奇怪，大众什么奇怪呢？ 大众即个个性、信格不信真，听骗不听劝，抗议伊未接受，即骗你伊都去咯。即种现象在中国、在外国到处可以看着，拢可以遇到。即、這个或在灵验上讲，无法施计，瞎书说法。 如行如沙，都一挂是邪书呢。啊，读了这经就明了了。书懂邪格啊，这个格是真多，邪也真多。啊，这做蛇，这东西出毒的意思。就讲、是、这个书真多。 啊！但一般工三毒烦恼，不但害家己，而且害众生。虽起三业，仍为十毒之行。啊，那么一在外面表现的也、就是啊，在修习善，修六多，世界非常精严，戒律精严。啊，外表。 啊，是安尼。但是只要心内面有这物件，啊，以这个心呢，啊，以这个心都叫做十度之行，一明合格之行。啊，因为一行，啊，以这个行为的目的，是在明文里用。 贪图五欲欲、尘，这个就不是叫真实，不明真实业也。这个、大师在此地非常具体可能说明，这个不是真实。这个心，不是真实心啦，啊，不是叫自性心 下个话会变的开始，若作如此安心起行者，这个如此安心最为爱紧，就是前面讲的，十毒之心，虚假之行，咱家己爱特别留意。咱存心敢有十毒，咱的行持是毋是虚假？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啊！因为用这个十毒之身，虚假之行，决定不能成就啊。换一句话讲，你去呢，佛号一刚念十万声，也不能往生。原因在哪里？心无清净啊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爱心清净，心静则土净。菩提心就是真实的清净心，所以这一句真要紧。若作如此安心体行，啊，这个如此安心就是足多之行，虚界之行，众数可类信心。 啊，这个将就是将领呐，将领这个人很苦耐行啊，著、就是、真精神，修苦行，身心日夜十二时啊，即、这个日夜十二时是咱现在讲诶二十四小时。古早时候日夜是十二时辰啊，猪头人毛寻思五味。 啊、十二个时辰啊，这是咱古早啊，这个的面呢啊，看这个看日啊相面也是用古早啊，这个传统的这个时辰啊，所以讲十二时啊，古早这个时辰等于咱现在能休息啊。那么这就是说你每日啦二十四小时啊，拢无休困啊，精进修苦行。 一面讲急躁急急躁，如地头连接，将名十毒之先啊！这个急躁急躁啊，这是形容啦、啊，表现啦、啊，这个二十四小时呢啊，那么。 精进修苦行啊，入地超莲啊，这里、个、这个地呀啊,啊，就是干哪会呢？修的头壳啊啊，那么会修的头壳呢啊，赶紧呢来怕会啊，这是金主人的欢迎啊，那么这是形容啊，以这个用功啊。 精进的模用啊！啊，这里精进啊，可是安怎呢？心里面啊，迄、那个邪低邪见无去掉，烦恼无断掉，这贪金痴慢疑的烦恼没断掉啊！这里烦恼无断掉呢，各块用功都袂用的啊。 这个烦恼的嘞，这杂、个、毒的嘞，啊，汝安怎样用功，安怎样肯苦修行，这拢、个、拢叫做杂毒之相。啊，这个日夜十二时急走急坐，汝伫抽连，即是形容伊勇猛精进，日夜不休息啊。世间人看到即、这个。 哦，这了不起啊！啊，这个修行人，他简直无人会当盖修臂啊。世间人跟他只看外表，啊，无去深究伊个内在，啊，无去认识啊，伊内心里面啊，到底是？ 什么款的心态？外面表现的精致，内面有杂念，这个就是《格明妙行菩萨》讲的“夹杂”。啊，各名《格明妙妙行菩萨》啦，讲得简单，讲夹杂。啊，所以有真侪念佛的同手呢。 啊，伊以为讲啊，我即马都敢若修念佛即个法门啊，啊，无修其他诶法门啊，每工都是咧念阿弥陀佛啊。伊认为伊已经无夹杂咯。在修持诶法门来讲啊，在外表来讲是无夹杂，但是内心若是要有即个执毒之心。 贪瞋邪位啊，今日都夹杂，啊，今、這、都、個啊這個、是夹杂，啊，而且呢，今、這個、是上主要啊，夹事毒啊，这个贪瞋痴是三毒，夹杂掉三毒烦恼，安尼修行呢，不管修多几个 未成功，何不难成功呢？啊，这个心态啊，唔对。皮啊！这个林岩敬啊，佮咱讲个真清楚啊，咱这个初发心啊，你,啊你用为这个心啊，用了唔对，错用了心，那么护啊，用这个。 譬如啊，来跟恁说明啊，好像像那么食饭，你个提一块刷呢来煮，啊，那个煮不良健麻洗刷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迄、那个刷都唔是饭的因、那个因唔对嘛。那恁个提米，啊，迄才是饭的因 哎，之前在上班啊，啊，那么你这么改迄个刷看作是蜜啊，那么你滋补用叫麻是刷啊，用这个譬如来形容啊，咱学佛啦，这个修行用心爱正确啊，这个因地心。 发了唔对去，偏差去啊，那么多亲像朱砂成本，这永远达唔到啊，所以爱找到这个正确的修音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。那么这个听经文化啦，主要就是这个人说明，说明这件代志。 啊，那么咱啊，认识清楚啊，这个心用了丢了，那修行是个人的代志啊。这个老师、善知师和菩萨啊，给人指点，给咱开示啊。所以这个解啊，也是在行头前，啊。这你若无正确理解呢，修炼唔丢去，无结果啊。 那么下面，宣读大处，各个人开始讲：欲回处十度之行，求生必复尽土家，初心不可呀！啊，那这段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咱今生那无想要往生西方，迄著边讲。 啊！如果志心呢，想决定要往生到西方净土，啊，这段话呢，咱来好好一记。啊，啊，这个约就是讲，你发起的心回，就是讲回向。啊，那么依这个。 毒之心，执毒之行，安尼回向救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，贤德大师甲咱讲，用即个心不,扣呀不可以，也不,不,可不可以啊，袂使，迄无可能袂当往生。以咱求往生诶，人一定爱知影心爱清净。 无论别人安怎样诽谤人、侮辱人、陷害人，决定不起心动念。为什么呢？咱在这个世界呢，各大贵干啊都要走了，何必再计较？这就是决定的心，小小的侮辱就记恨在心啊！这扣分啊。 扣吊吊，念念不忘啊！这个扣分呢？那么这个念头呢，放不下呀。到后来一定造成们自身生,生，咱即生往生西方的障碍这个、是一定爱一嘅。六祖大师讲得好：六根修道人。 不见世间过，伊为什么不见世间过呢？讲老实话，对世间不关心，关心自己，自己好好修好自己的清净心，念念真诚，以真诚待人待事即个对事对物。 决定爱在知生当中见阿弥陀佛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在这个世界，决定随缘而不攀缘，随缘随顺。外缘有善言,言，有恶缘，有顺境，有逆境。拢拢用一个真诚清净心来随顺。 决定不足计较，咱即个心才真正会当清净才会当如法。即、这个十毒现行不能妄生纵然是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啊，磕十万个头啊，头壳磕个破去也是枉然。啊。古早人所讲的，画破脑也枉然。 即个念部啦，大声话啊，但即个心不相应啊，这个心态毋对。那么下面讲的啊，何以讲呢,为个十行不生呢个？啊，讲为什么即个十多个现行不能妄心呢？啊，先头大师嘅这个道理啊，为难说明，正有比阿弥陀佛。 心中行菩萨行时，乃至一,一念一刹那，三业所修，皆是真实心中作。极乐世界从阿弥陀佛最初修行就用一个真实心，一直到成就西方极乐世界。 啊，这个当中呢，啊，无夹啊虚假，啊，拢是真实。啊，所以这就是讲阿弥陀佛这个给了、这个、世界呢，一、啊、是真实心性之位。啊，这个当中啊，无接杂虚假之心啊，十方众生。 啊，用真是心啊，那得个阿弥陀佛的心，心心相应，这叫两公心啊，这叫两公心。即、这个咱家真正明了，大师讲嘅正音确实无公处，为虾米呢？啊，咱嘅观甲阿弥陀佛佛嘅观。 也无降啊！咱也无发观呐。阿弥陀已经发观，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啊！啊，咱这个观也无发。那么，咱先发心啊！这个心动了，就能往生啊！这个心就是真是心呢？ 啊，这个心甲阿弥陀佛共款的，啊，对当往生西方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迄阵才发关。啊，你看有人临终十念往生的，啊，伊发什么关？伊无法关啊。啊，四十八关甚至伊一条嘛毋知影。但是伊即个心真是伊，真是心，伊往生。 成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遇着观世音大士至菩萨，接界法缘，所以法缘修行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到迄边则修。那么现在呢？咱有一个真实心对应的，九莲往生，确实确定的啊。不过 咱诶心甲阿弥陀佛同款真实啊，愿也甲阿弥陀佛同款，甲阿弥陀佛诶四十八愿变成咱家己诶本愿，咱在家有法。即个愿啊，伊法即个愿，我也法。即个愿，伊诶，即个愿是从真实心中发诶。啊，外愿也是从真实心中发诶。心相同，愿相同，改行一。 定相同啊！这个戒行从哪里出来呢？从心观里面出来。心观是根，戒行是基。叶，一定观转相同啊！那我往生的独立，以决定往生。所以这一段经文是观经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咱在初地明白了，知影了。 认真嘅修学，改过自新，咱成西方极乐世界要把握。所以阿弥陀佛，种因结果无一项无真实。凡所思维触求，亦皆真实。啊，思维在极乐世界就是建立庄严嘅国土。 这是阿弥陀佛的歇息咱这个世间的一切歇息是要用心思去计划、去设计，然后再当做出来。阿弥陀佛的思维不需要，完全从诸行当中、诸诸连连变现出来。所以，这个思维的名词，个咱。 即个世间相同，但是呢，迄内容大大无共款啊，用词共款啊，但内容无共啊，当然即世间无同。啊，伊迄個,、啊、个思维是性德流露，一切拢是真实。处求以阿弥陀佛本身来讲，伊求诶是究竟圆满的福果。 咱在无量寿经上见到着，看到着，成佛之后，伊所求话，是帮助虚空，化解一切众生，啊，也会当亲像伊共款，得到圆满的成就。这个触求是真实的，毋是虚假，行行真实。 世尊为咱介绍西方净土，为咱讲的净土三经。这三经虽然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也就等于阿弥陀佛亲口讲的同款。一佛所说就是一切佛所说，一切佛所说就是一佛所说，佛佛都懂。 啊，无论种讲法，那、啊、不管多一种佛，高佛、金佛啊，未来佛啊，所讲的一定是拢种讲法。啊，这三经历历故古，拢真实，将真实心中流露出来。后来祖师大德又将行愿品、圆通中附在三经之后。 成为净土五经，这五经历历句句，各位爱记的，真实性中的流露，历历真实，句句真实，有真实，有两种啊，真实有两种，一家主利真实。 利己利他，真实啊！有真实有两种啊。那么，从自利利他来讲啊，两种真实，凡夫起心动念拢叫自利，但是毋知影真实诶标准。 啊，往往呢，即、这个助力反倒顶来，最后变成自害，各家己害家己。啊，各家家己害家真真苦，啊，家真凄惨。啊，即个著是毋知影真实，知影真实，当然著不误期，伊著袂误期啦，著袂做毋到代志。 啊，那么下面呢？啊，甲咱讲，什么叫自利真实？啊、呃，咱即马刚知影要利益家己，啊，什么什么代志？啊，安怎存心？安怎讲话？对家己才有真实利益？确实咱知影。啊，讲言自利真实者，后有能助。啊，即个讲自利真实呢，一个有能助。 那么，这里地方咱爱特别注意到，下面则是真实的主力。啊，那么想得到真实的阻力，啊，爱去好好的一记，啊，一记这两条。啊，那么这节的时间够啊，但这段呢，一节节，继续向大家来报告。啊，多谢大家收看。 ウッド。